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我告诉你，我不会交代的，你也休想离开我们家。畜生！爸，爸爸，啊！别动！大家放心，子弹打在右臂上方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天亮前就会醒过来。刘局长，这是夏政委的交代材料。我建议拘留龙剑锋和罗国良，封锁东海市的一切交通要道，绝不能让司马洛奇溜走。好。罗国良，你被拘留了。喂，喂，夏秘书，喂，喂，夏秘书，夏秘书，喂，喂，我找罗院长。什么？他被拘留了。龙剑锋，你被拘留谁呀？啊，你们找谁呀？哦，伟东，伟东，干什么？你们看看，伟东，你们干什么？抓错人了吧？走，王丽华，快，是的，走，
来。你们来了，请坐吧。金师长，司马洛基和汪丽华今天上午在开往上海的客轮上被我们拘留了，他交代了全部事实。至此，有关犯罪嫌疑人夏志伟、龙剑锋、罗国良、何景林和熊四海均被拘留，当事人梁广汉也已经被公安局逮捕。祝贺你们，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？赵局长，你说吧。我们先来核实一个问题。以市政府名义注册的城市改造办公室淡水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谁？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是谁？这两个办公室根本不存在。所谓的负责人、法人，统统是我。很好，从现在起你要接受我们的审查。我会全力配合，请放心。请到会客室先休息一下，我整理一下东西，马上就跟你们谈。桂云吗？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，临时有个出差的任务。女儿回来以后，请你告诉她，爸爸非常非常爱她。
知道。我接受中纪委和省委的决定，感谢组织上给我的机会。我接受审查。请公诉人和辩护人入庭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和审判员入庭。东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司马洛奇诈骗、行贿、贩毒一案继续开庭。传被告人董平、司马洛奇、汪丽华、夏志伟、龙建峰、熊四海、何景林、徐小刚、梁广汉到庭。全体起立，现在宣判。司马洛奇犯行贿罪、贩毒罪、贷款诈骗罪、杀人罪、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，六罪并罚，判决并执行死刑，没收其全部财产。龙建峰犯受贿罪、杀人罪、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三罪并罚，判处并执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何景林犯杀人罪、受贿罪，两罪并罚，判处并执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熊四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杀人罪、伤害罪，三罪并罚，判处并执行死刑，
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夏志伟，犯受贿罪、杀人罪、滥用职权罪，三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董平，犯受贿罪、滥用职权罪，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，退出全部赃款，两罪并罚，判处并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汪丽华，犯贷款诈骗罪、行贿罪、教唆他人吸毒罪、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，四罪并罚，判处并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罗国梁，犯受贿罪、泄露国家机密罪，两罪并罚，判处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，罚款50000元。梁广汉，反受贿罪、滥用职权罪，念其悔悟较早，主动交代揭发全部问题，退回全部赃款，对本案的调查起了重要作用，构成重大立功，具有法定减轻情节，两罪并罚，判处并执行有期徒刑7年。徐小刚，反受贿罪、泄露国家机密罪，案发后积极揭发检举他人犯罪，并退清全部赃款，依法从轻判处并执行有期徒刑5年。